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这次一定很精彩，这次会把整个我在家里工作室的情况，然后搬在舞台上。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比如说天台啊，天台的部分，就是因为天台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地方，就在舞台上面哦，各种故事，然后还有包括我写不在，还有召唤兽的时候的一些写歌的过程，我都会用一种有趣的形式要呈现上来。我觉得这次应该是很棒的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们呢？啦啦啦，快乐的人肉点唱机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无师自通，靠自己努力。啦啦啦